韩国男子团体 Team Top 11号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歌迷也特别练习歌曲的应援口号，让 Team Top 一出场就感受到大合唱的热情。除了大秀歌艺之外， Team Top 也和幸运粉丝一起在台上进行猜歌游戏，团员们有趣的反应也让全场尖叫连连。他们说是双人，Team Top 团员展现他们的高度亲和力，也给支持他们的粉丝一个难忘的夜晚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